这边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用火炉观看土豆网。相信大家都很爱看韩剧、美剧，但是中国却封锁台湾的 IP 位置，让台湾的观众不能收看。中国的优酷网为了解决海外人士无法观看的问题，特别提供了 POSI 伺服器服务观众。首先打开火炉，选择精选扩充套件。在搜寻栏位里面输入优酷，按下右边这个按钮，选择立刻安装。这个就是优酷的 POSI 伺服器，点一下就是开启，再点一下就是关闭。我们先测试可不可以观看。现在已经可以观看了。如果再不行的话，请到右上角的开启选单，选择历史。选择清除最近的历史记录，选择所有历史记录，将所有选项全部打勾，选择立刻清除。等清除完成之后，关闭火炉，再重新开启火炉。一般这个步骤可以解决90%无法浏览的问题。剩下的10%就有可能是该视频盲线中，或者是该视频已经被检举移除，请过一段时间试试，或者改成搜寻其他网站的视频，一样可以观看，谢谢。